德国的车展零距离连线。今天我们特派好朋友资深汽车媒体人们要带我们来看 SUV 大军，从小型的休旅 X2 到 T-Roc E-Pace， 还有 Kodiaq 155这些弟弟哦。同时我们要来一个豪华休旅大 PK， 我们带您在台湾直接出门试驾是 Lavante 的 Sport S， 我们就带你来比一比那远在法兰克福最新的那一台 BMW X7。 而另外要看看台湾国产车有爆炸性的消息，因为 Luxgen 跑到西班牙做了撞击测试，今天带你直接到第一现场看看这台 U5 的撞击成绩。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晚上的梦想街57号。观众朋友晚安，我是盈婷。哎呦，现在看到远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这个新车推陈出新，但国产车要加油咯，真的有国产车送到了国外西班牙，好好去撞个清楚，到底车子做得好不好，撞就算咯，成绩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公布让大家看。今天我们就直接带您到第一现场看到底这一台 Luxgen 的 U5 撞的成绩怎么样，同时来看看法兰克福车展里面有很多的 SUV， 我们从小型 SUV、 大型 SUV、 LSUV、 台湾德国大 PK。 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好朋友们，首先邀请我们爱车的好朋友罗坤明先生、谢腾辉 Eric、 兰尼克兰总监以及邢宇龙邢男。法兰克福车展昨天带大家看看的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包括凯宴，那是 Turbo 我们还没介绍哦，还有昨天看到是福斯集团最小的 SUV T-Roc， 可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的是 Kodiaq， 竟然有个弟弟叫做 Karak， 还有同时我们要来看看X7， 才没忘记你嘞。所以呢，这几天我们的这些媒体特派好朋友们呢，已经在各个展馆逛了一轮哦。哎，到底有什么比较新的这个 SUV 大军呢？我们用很快速的时间，请 David Lin 为我们报道一下。我是 Uncle David， 我现在人就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现场。今天是媒体日第一天 ，Uncle David 走完车场一圈下来之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今年这届车展可以说是 SUV 当道。各家车厂几乎都把 SUV 当作是他们的重点参展项目，如 BMW 就推出第三代 X3 以及 X7 这款大型 LSUV 概念车，而保时捷则是推出这个三代卡宴作为他们的亮点项目，而福斯则是有这个 T-Roc 全新的 mini SUV。 而说起 mini SUV， 这次这个现场很多车厂也都以 mini SUV 作为他们进军市场的一个主力，像是这个现代就有 Cora， 这个 Skoda 则有这个 Kona， 另外像 Kia 则有 Stonic， 而雪铁龙则有 Aircross。 在福特部分更是有两款车型，一个是 EcoSport 小改款，以及这个 Fiesta 的 Air 这个 Active。另外 Uncle David 这次在车展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来到捷豹摊位，若是不明说，还以为这是一个这个 SUV 专业品牌，因为在这个展场摊位正面，他摆一口气摆出了三款 SUV， 从右到左分别是 F-Pace， 这国内已经引进了，另外是 E-Pace 它的最新产品，还有一款那就是 I-Pace 这款概念车。那另外在亚洲部分，这个则是有一款新车，这个蛮特别的，那就是国内蛮受到瞩目的这个 Thunder Power。他这次在车展中，在法拉利摊位旁边，他秀出了他第二款概念车，那就是 Thunder Power SUV。 这款 SUV 是一款电动的 SUV 概念车，这款车子出来也说明了这个 Thunder Power 他也把 SUV 当作是他未来进军电动车市场的一个主力。以上这就是 Uncle David 在法兰克福车展现场的一个观察。谢谢 David Lin， 我还特地跟 David Lin 通了电话，他说真的感觉每一个车厂都把 SUV 当作一个重头戏哦，包括刚刚讲的 mini SUV。 我们先一开始先来看小型 SUV 哦，这次有很多的亮点，对不对艾达？其实 SUV 市场啊，从近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一直演变到现在，这个小型 SUV 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crossover 这样的一个小型 SUV。这一次在 IAA 法兰克福车展哦，有我们整理出来了六大的这个小的这个 SUV， 也是其中最有亮点、最值得可看的地方。因为有一些车子太贵嘛，这些车子都是我们比较容易入手买得起的。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 BMW 的 X2， 有 Volkswagen 的这个 T-Roc， 以及 Jaguar 的 E-Pace， 那 Hyundai 的这个 Kona， 那 Kia 的这个 Stonic， 以及这个 Skoda 的 Karak。 这六台车呢，基本上呢，Kia 的这个Sonic 可能要导入台湾的时间呢，可能会比
比较晚，甚至是不会进来台湾的。不过其他剩下五款车呢，都是确定会导入台湾的一个这个车型哈。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 Volkswagen 的这个 T-Roc 跟这个 Skoda 的这个 Karoq 来说，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同门的一个师兄弟，还包含了什么？包含现在已经在卖的 Audi 的 Q2， 他们是属于一个这个三升车型哈，其实都是采用新的这个 MQB 的底盘，然后呢，分别做不同这个品牌形象的一个这个塑造。那其实我们媒体之间大家在讨论的，以这个 Volkswagen 的 T-Roc 来说，这个进来台湾可能会打死一票台湾的小型的这个 SUV 啊，因为以他这个上一个这个二师兄的这个体况来看的话，这个售价很可能会低于新台币100万元，因为提光已经是价格区间带已经很有竞争力了。对，它的价格可能会低于新台币100万，或甚至100万左右这个地方，因为它的这个同门的这个师兄弟这个 Audi 的 Q2 呢，其实价格比起它来讲就稍微高一点。对。可是呢，我们绕回来看，如果看这个 Skoda 这个 Karoq， 这个小老弟更过分啊，因为这个 Kodiaq 这个5+2的这个 SUV 已经在台湾造成一个轰动，现在如果要订车，可能要等半年到十个月以上。那如果这一台车呢，可能很快的在年底就要导入哦，要导入，哇，这个所以是消费者非常期待的一个车款哦。那这样子一个精品小车的一个概念哦，加上 Skoda 它原本的一个家族设计的一些这个像水晶的切割般的一些线条，其实这个车子呢，也是受这个非常受到消费者的一个注目。是。再来我们看看这个 Jaguar 的 E-Pace， 那 E-Pace 其实 Jaguar 这个英伦这个大爆啊，其实做成了一个小爆，对，做了一个小爆的 SUV 车型。而这个 SUV 车型呢，最大我们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你一看它上去，它其实不像一个小的 SUV， 其实它看起来蛮大气、蛮气派的，而且它是跟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厂牌都是双生车种来的，稍微有点不同哦。而且它最近也展示了一些做行销的一些行为，有什么翻滚啦，什么一大堆这些东西，其实这个车子也是蛮值得大家期待，尤其现在这种小的 crossover 这种欧系的这些品牌呢，其实消费者在买这个车的时候是好像在买一个精品的概念哦，对，所以越这个高等级呢，这个质感设计感越好的，尤其像这个英伦风格呢，其实我相信会受到非常多的这个消费朋友的一个这个关注以及喜爱哦。不一样气质啦。那当然我们还要来看一下 BMW 这个 X2 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 BMW 的这个休旅车型哦，从刚刚开场的时候就已经有介绍了，1234567，1234567全系列。没有一个车厂拥有这么多车型的这个 SUV 车型，只有 BMW 做到。而且呢，从这个类 coupe 的这个 SUV 车型，就是斜背的这个车型啊，在 BMW 的车型上面叫做246，也是 BMW 首先创举的。所以 X2 也是受到相当大家消费者关注的、期待的一个车款。尤其它现在采用的是跟这个 Mini 同一个这个底盘结构的系统来去做操作，而且呢，它甚至从这个最入门的 E6D 可能会到这个 35i。的这个汽油已经从这个很入门款，一直到将近330匹马力的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运动型，甚至是个强悍的这个小的这个X2来说，它可能总有10多种车型可以做车款动力可以做选择，所以这个呢也是 BMW 这在台湾的一个重头戏啊。那我们再现在看一下这个韩系品牌的这个 Hyundai 以及 Kia， 那这个 Hyundai 的这个 Kona 其实已经在这个原厂导入的这个名单之内了，而且现在正在积极评估中，也很快就会进来台湾。那其实这个 Hyundai 的 Kona 跟这个 Kia 的这个 Stonic 其实是一个双生车型啊。那我们知道，原本在韩国这个 Kia 集团本来就是利用这个各方的这些资源来去做整合。那当然，这个这次法兰克福车展，这个 Hyundai 以及 Kia 其实展出的车辆不止这些哈，但是因为有一些车它是否欧洲市场，比如说 i30 这些车子，可能在台湾就不会没有那么容易导入，而且再加上现在台湾全民都在封什么SUV， 所以这两款车型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不过呢，这个如果要选择韩系的这个小的这个 crossover 的这个 SUV 车型，可能 Hyundai 是会比较快一点点的。确实，那台湾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也引颈期盼呢。我们问一下行男哥，之前呢，法兰克福车展呢展前我们已经开始在点餐了。我们第一个点的是 X3 啊，因为 X3 改款了嘛，多少大家还是有期待的，对不对？对，这个其实总代的这个售价也蛮快，它六月才曝光，就已经开始国内其实已经预售，那预计是10月就会在国内正式发表。那这个 X3 其实这个各车厂现在行销策略，基本上大家熟悉的话可以发现，它有所谓这个基本的叫做 X Line 的一个系列，那你要再豪华一点，还有一个 Luxury Line。
那你要比较 sport， 你要性能一点，它有一个 N sport 的 package，那其实三种、哦、对，就是三种不同，你喜欢各种型。那其实它在车型的规格上，哦，其实这次很特别的是，大家就预售，大家已经在预估说它有一个配备会很棒的一点，就是它把一些原本在高规的这个配备，譬如说像这个自动停车的辅助啦，或者是这个驾驶的这个过弯的转向控制，或者可变的运动转向，以及像 keyless 相关这种以往是比较高规车的，它现在要不要下放，几乎要变成全车系的配备。嗯，那另外像这些大家比较炫一点的，像这个萤幕这个智慧型的钥匙啦，哦，据说应该也会有开放让这个消费者去选购，也会有。对，那在动力规格上。其实也是很丰富哦，不止外观，它动力有分这个 20D 这个柴油，或是 30i， 或是 M40i。那其实我觉得最有看头是 M40i， 就是像这个、这个 M， 大家知道 BMW 有一个 M Gamme， 就是比较性能化的车系哦，它用这个 3.0 直六的涡轮动力哦，经由这个 M Gamme 去调教以后，它的加速零到一百只要 4.8 秒，这么大的一台休旅可以跑这么快，我觉得应该还蛮期待的，是还不错的哈。而且在台湾很多喜欢 BMW 也在等这台车。再来就是 NX， 其实也改款了，对不对？对，其实 NX 的改款这次也算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那从外观上，其实我会发现最近国内陆陆续续要出来的 Lexus 车型，其实它的改款有一点类似哦，哦，像是它都是先把这个从外观来看的薄感，它会把它做的还是用这个纺锤型的水箱护罩的一个家族辨识啊，那它会把薄感做的比较立体化一点，然后也看到它的头灯有点像这个之前很炫的这台 LC 跑车这种三点式的这样的一个头灯设计啊。那其实这台车其实哦 ，Lexus 其实对国内消费者比较 care 的，它还是一样强调会把这个我们讲的 LSS。就是 Lexus Safety 的这个 system， 就是安全系统，哦，主动安全系统，它就是透过哦，像这个一些雷达以及智慧的摄影，哦，这样一个匹配，哦，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啦，像是这个车道偏移啦，或者一些定速定距啦，哦，这样的一个主动安全甚至预警的这个防撞系统，哦，都会放在这台 NX 的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嗯，好，在我们现在看到一开始呢目不暇给的从这个小型 SUV 切入哦，包括未来 T-Roc 可能对于台湾的一些国产车也会造成压力哦，还有包括 Kodiaq 的弟弟哦，这个 Carroc 哦，还有包括 NX 还有 X3 这些车呢，其实都来势汹汹哦。在我们正式进入大型 SUV 台湾德国大 PK 之前，我们先要来看看国产车有动作了，这真是史上头一遭，台湾的国产车直接送到西班牙来做撞击测试。我们现在直接带大家到第一现场来看看它到底撞击的成绩如何。大家好，我现在人在西班牙，我刚好借由这一次参加在欧洲参加法兰克福车展的机会，然后呢来到西班牙，因为我们今天呢刚好来参加一个场合，这是纳智捷呢最近上市的 U5 呢，在这个所谓的碰撞法规上面呢，当然如果你在台湾这台车要新上市的时候，只要送到 ARTC， 然后根据台湾的法规去做相关的碰撞测试，那只要合格就可以上市了。那最近呢，因为所谓的碰撞安全这个议题在台湾其实一直发烧，那其实很多消费者网友其实也都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台湾有更好的让消费者可以去理解一台车的碰撞安全上面的一些相关资讯可以给消费者参考。那我很惊讶的是，其实纳智捷呢，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呢，跟欧洲的这些不管是在车体开发或者是在碰撞做的测试的这些研究机构，其实长期有一些往来。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纳智捷呢，他们把他们这台 U5 特别送到西班牙，透过一个实验室，这实验室叫 IDIADA。那这个实验室呢，是 Euro NCAP 所合格的七个实验室之一。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虽然在 Euro NCAP 的撞击测试里面会有四个撞击测试，那台湾的法规其实只要两个撞击测试。那我们去看到这一次呢，其实纳智捷送两台车到欧洲来，啊，去做了，分别做了两个测试，一个分别是我们讲说就是前置的这个偏位撞移，大概那个撞到的地方呢，大概在驾驶座的部分大概40%。那这个速度呢，在台湾其实它的法规的速度，事实上只要是56公里，但是呢，在 Euro NCAP 它用的测试的标准呢，其实是64公里。所以纳智捷特别用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比台湾法规更严格的标准去做了测试。
最后测试出来的结果数据我们拿到了，好，那当然那是也一项呢，也是想要以这个数据去证明说他们在车体安全上面其实做哪些努力。那很多消费者呢可能会用贴标签的方式，觉得说那是不是欧洲坐的车就比较安全，不然车就比较不安全。其实这种一分，这种二分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公平。那我们用科学的数据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也很有机会来看到说这台车实际上经过这样的测试撞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那现在这两台车呢，有一台是比较高规的车，另外一台我们待会会看到这是从所谓的侧撞的这个的结果。那这两台车刚好在纳智捷里头 U5 里头是两个不同的等级，那前撞的部分呢，它反而选择比较高阶的车款，选择比较高阶车款，因为它的车子的重量比较高，所以在撞击上面反而它会受到比较严格的检验。但是呢，在侧撞的部分呢，我去看了那个影片，发现，在侧撞的时候，大家其实过去都会用一种简单的角度去看，说，因为台湾很多车都没有侧气囊，是不是侧撞很差？结果他们特别选了一个低规，是没有侧边气囊的，那去撞出来的数据，我觉得也非常的令我惊讶，是，它不管在整个所取得的这个测试结果，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好，谢谢爸爸哥在西班牙为我们带回来，这个是第一手第一现场，就是说这个车子之前在西班牙一撞完，车子一拖出来，爸爸哥人就在现场看到那个撞完的那个车子的，应该讲残骸吧，就是前面的溃缩已经烂掉了，车侧也撞烂了哈。姑且不管成绩好坏，我们接下来公布成绩，姑且不管成绩好坏，我觉得至少这个行为让我们觉得说，对我们国产车也更加有信心，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看成绩喽。OK， 这个部分其实我必须先让观众厘清一件事情。这次纳智捷做的叫做法规的撞击测试，跟消费者，因为他们出去前我知道他有要去做这个什么 NCAP 的撞击测试，但是公布成绩之后，我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跟我们知道的 NCAP 事实上是两件事情。那他这个是做法规测试，所以说他只有撞两台，是哦，撞两台就要刚刚爸爸介绍是两台。那如果 NCAP 的话，要做的项目更多更繁杂。那这次是就是说我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法规测试。那我这边是有两份哦，所以因为它公布的时间是我们台湾的晚上大概九点多，其实就是昨天，这是热腾腾的。就是昨天。那我花了时间研究它公布的成绩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本来也以为是撞 NCAP， 就不是。那我这边是有两份，这个是 C33 跟 CHR， 你想看哪一份？都可以看，是不是？都可以看，是。OK， 好，我随便抽啦。我现在抽到叫做 CX3 CX3。它这个都是网络上可以下载的。那这次呢 ，Luxgen 并没有做全套。Luxgen 不是做全套，它是做法规，是符合国内能够贩售的，所以说跟 NCAP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那另外 NCAP 的规定叫做，因为 Luxgen 没有在欧洲贩售，所以说它不会受理你去。没有给你新等，你去，它不会给你评分。那这次是因为这个西班牙这个碰撞实验室跟 ARTC 是有合作的，国内 ARTC 是有合作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通融啦，那所以说他们有做了这个跟国内法规测试相同的标准，因为两边的实验室是有签合作协定，是可以互相承认的，对，所以说他们的标准有另外实验室的规范，这个有点比较深入啦，那撞完之后呢，它的标准是只要那个报告是可以直接拿回来国内使用的，是，所以说这个等级是一样的，那这次呢在那边比较不一样的是说那在西班牙撞试用。Euro NCAP 的标准，就刚刚 Bob 有讲的，从54公里变成64公里撞击测试，所以说它的标准呢，就可以从这边来做一个参考值。那我刚刚有讲，就是说 NCAP 的项目比较多嘛，但是其中我可以翻到第三页，这个资料，网友如果真的很想要了解。有什么差别的话，他们可以上网去查，都可以下载，就都可以看得到的，是公开的。好，公开的，这次只有做这个项目，这个叫做这个成人保护这个项目，这个是有公开的，他也公布给我们看。那这一份呢是 CX3 的话，这个是大概是7.5分，这个项目7.5分，他们有他们计算机制。那在这个满分是8分，所以说大概是93.75%，这个是所谓的成人保护的这个项目的 person。那以 U5 来讲的话呢，它在这一个项目是7.542分算还。那所以说这个成人保护的这个满分值的话，大概是94.27%。那在这个部分来讲，就可以有一个参考值，就是这些车子在这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它是有
达到这个所谓的五颗星满分的一个标准。嗯，但是只有这一个项目，因为如果说真的要拿到 NCAP 五颗星的话，你还有这么多项目，你看至少有四个项目。不是单一项目它是过关的。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参考值，就是说，哎，它正面撞击40%正面撞击的时候，这个是 OK 的。嗯，好，所以说很多。很多这个所谓的网友或消费者会担心啊，他是选手车干嘛之类的，会讲这些东西。我真的很想要去回他们，就是说你要选左手还是右手？什么选手车哪有那么多？因为撞击测试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因为实验室他们这种学理的，他们都要对自己负责。你车子送出去，而且他有规定，就是说这个车就要跟市售车相同。嗯，好，所以说很多的东西都太多的疑问。对，补充一下，艾大，你们家编辑也过去了嘛？对，其实我们也有同事在这个西班牙现场。其实这个部分我想要帮这个 Nick 补充一下，因为 Nick 是一个学者的角色，所以他讲的非常的深入。我用白话文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说。这个车子呢，其实在台湾呢，如果要上市，也必须去 ARTC 做撞击的这个法规测试啊，一样做两个项目，一个是正撞，一个是侧撞啊，这两个项目都要通过才可以上市。只是 ARTC 台湾的撞击测试是不公开的，只有过与不过，也没有所谓的分数。这是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也没有所谓的分数。所以这一次呢，刚好这个议题现在在台湾是非常的热闹，所以呢，纳智捷刚好趁着这个时机点上，就把这个车子送到了，就是刚刚Nick讲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实验室，他跟 ARTC。DC 是有一个合作协议的，所以这个车子在那一边做测试，做什么？做等同于台湾上市的一个法规认证，所以它也只做了两项，一个正撞，一个侧撞，只是它的标准是 Euro NCAP 的标准，速度稍微快一点点。那它符合了什么？符合台湾可以上市的一个法规要求，同时它可以把它现在的这个标准，对，符合 NCAP 的标准，而且它把它的成绩公开了。那这个分数呢，是可以给。可以有一些协议上的公开，不像台湾只有说过与不过，而且是不公开 detail 的内容的。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呢，这个车子呢，你说它五颗星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并没有做完整的 Euro NCAP 的一个这个撞击的一个认证。但是在某几个特定的项目，就像刚刚 Nick 举的这个成人安全防护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个标准在这一个单项的标准几乎可以说是五颗星的一个标准，但是不包含其他项目，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厘清哦。所以这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事情上面的观察的一个重点，要去做一个这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这个分析。那当然我们还是很乐见台湾的车厂会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哦，等于是以往只有过跟不过嘛，现在是甚至他可以告诉我们我的分数在什么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对于台湾消费者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啦。那当然我觉得消费者有一些最这两天晚上就开始就有很多的我们台湾的酸民文化就开始来了嘛。那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给车厂一点点鼓励。我觉得反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汽车产业可以往前进步，这是重点啦。那我觉得酸民有什么样疑虑也都 OK。但接下来呢，我觉得国产车既然有继续在加油努力，那我们要看看这个现在的新车其实也是有大要进的。我们再次回到法兰克福，既然我们要看看休旅大军，那我们就前进 BMW 的展示馆喽。各位梦想街57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Bob。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的 BMW 的展馆。那我们都知道呢，一般我们称为德国的两大豪华品牌的双雄，就是宾士跟 BMW。那整个法兰克福的车展的场馆的分布其实非常广，那宾士就在最前面 ，BMW 就在最后面，哦，也就是宾士在第二馆 ，BMW 在第11馆。那这个前后有多远呢？你光是如果用走路的话，有1公里以上，哦，那我们很幸运呢，我们今天是在媒体日来，所以呢，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车子在跑，是随招随停，我们称为它这个叫 press shuttle， 哦，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但是还是距离非常远。那我们今天来到 BMW 的展馆呢 ，BMW 的展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 BMW 这个品牌算是非常重视操控驾驶乐趣的。所以呢，它在场馆里头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跑道，而且那个跑道是不是示意的，是让车子真的在里面跑来跑去。所以你在参观这个整个 BMW 展馆的过程当中，哎，旁边或许就有车真的从那边开过去。我们先看到就是我们在后面的这个 X3， 那 X3 呢，这台车呢，其实在台湾来讲，尤其是在竞争对手像比如说 GLC 卖得非常的好，欧迪的 Q5 已经发表的情况下，那 X3 呢，在台湾的发表就肩负了整个 BMW 这个品牌能不能在这个所谓的豪华集聚里面的中型 SUV
这个集聚里头能不能站稳这个市场。哦，那另外呢，当然在整个 X 家族里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 BMW 在原来的X 家族里面，从一到六都有了，但是有另外一款概念车，就是 X7。X7 呢，就把整个 X 家族从 X6 就 X6 往上再延伸了一个等级。那去看到这台车呢，车子方方的，车子很大 ，BMW 家族的这个双肾型水箱护罩。本来是属于在各个车子上面来讲都是比较低扁的，那它突然变成往上延伸，变成比较这种高耸，那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一台样子有点像劳斯莱斯的 BMW 休旅车。千呼万唤，总算让我看到了 X3 的本尊，还有 X7， X7 好漂亮哦。真的啊，你这么觉得啊？它很大气啊，你不觉得开了出去下来就感觉身上都是金黄金带，贵气上升，对不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吗？订单的吗？买不起。因为哈，那个 BMW 你知道他们的整个集团里面有劳斯莱斯，那我们看看最近这些 SUV 啊，奢华品牌，你看那个英国对不对哈？那个最贵气的是什么车子 ？Range Rover，女王都坐 Range Rover，那你把劳斯莱斯放在哪里啊？对不对？那是车王。所以你看这个 X7 出现哈，好，刚刚爸爸哥在现场有稍微提示，你看这个双肾水箱罩做的多大啊？是，那我们印象中的那个 Rolls Royce， 它的那个水箱罩是不是也？非常的气派，是啊，你会不会觉得它跟 X 系列的车长相有点不一样了？对，其实你会看它这个设计，你看它这个非常大，然后这个灯又是非常的眯眯眼一样，当然它用了很高科技的啊，可能是镭射头灯啊什么的，那这个气坝啊直列的，哇，这个旁边这个进气坝都变成大一个，对，那但是你看它的车体呢，你会觉得说。因为它变七人座，所以它就不会把它做得太 sporty， 不会像 X6 啊，是后面斜下去运动版。它 X7 当然要就变比较稳重一点，但是呢，你有没有开始觉得有点 Range Rover 的这种豪华气派的味道？所以，那我们看它七人座到第三排的地方，到这还有对，但是我在估计啊，这个车应该也是一定超过五米啊，所以第三排的。这个位置哈，大概比较勉强可以，应该是还算可以坐人啊。对哦，也并不会说那个假第三排，或者说那种5+2的概念。有种庞然大物感。对，都要大了，那很可能以后 Rolls Royce 的SUV 大概也会用这样子的车体结构等等。好，那这个车子比较让大家会觉得很棒的地方哦，当然还有它的内装，超有科技感。对，当然全数位仪表要了嘛，这个什么时代了，对不对？是是是。这个驾驶座或是这里，那当然都全数位啦，哈，然后整个的驾驶界面啊，高科技化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好，再来就是很酷的，就是 Y 型的玻璃车顶，就是说前面这边是这样。前面在这里，这后面在这边，这样你会让后座的人会看得感觉得到说，哇，他的视野不会旁边不会被有一根挡住，有没有？歪型，它变成歪型是这样子，好大，有开展的感觉哈。所以这车顶这个也是很棒的这种概念呐。当然它后座萤幕也非常，还有大的螢幕，这会不会太大了？没办法，你现在这个时代要让大家对不对眼睛为之一亮，你一定要浮夸一点，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小型化啊 ，CUV， 那因为 BMW 早就已经有了哈，对，所以他们现在呢要往大型化，不要让 Rolls Royce 不要让 Range Rover 也是两个 R 的哈，专美于前，你知道 Range Rover 顶级车，哇，那个台币可以卖上千万的，哇，对不对？那 X7 呢？我看多半也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啊，当然它在引擎的搭配上一定会有 3.0 直六啊，像。叫 M-Power 系列嘛，4.4 V8 啦，不管是柴油或是汽油的 Twin Power Turbo， 大概都会有啊，这个就变成让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不过，其实哈，当他们这个造型在BMW 的官方的这个粉丝啊，或者粉丝页跑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对这个造型是并不像我第一眼觉得漂亮，对，大家说幸好是概念车啊。是不是还有机会再瞧一下？干我要买啊呢！当然，这个我觉得造型就永远是见仁见智。大气啊，对啊，大气啊！但是如果你要做成一个那种，当然它侧面还是保留了像这样子哈 ，BMW 很刚性的
对，这种线条是还不错啦，对，至少有 BMW 的味道还在。我看国际间好几个媒体进到车内，那个感觉都是浮夸，那个眼睛就冒出浮夸两个字啦。是啊，没有错啊。所以哦，这么大一台，然后七人座三排，那豪华度当然不在话下，科技感也很够。那外形见仁见智，我们不管。但是你现在我们要跟他 PK， 台湾我们要出动绕几代厉害耶。我们来看台湾市售的 LSUV 这一台不得了。Levante， 而且是 Sport S， 带大家出门试驾。到底该买跑车好还是 SUV 好？今天这台车挂了，它到底是跑车还是 SUV？ 叶师傅，你今天说要带我出一个任务哦。伊是今仔日最重要的代志，我要带英英姐去拜拜。拜拜啊？拜拜，你人家足奇怪，要去倒拜是要拜什么神明呢？是这只海神，海神 Poseidon。我想说，你有看希腊神话 Poseidon？ Poseidon 哦，我以为已经要我来当贵妇就了，对对对，星辰哲理。这个是海神的武器啊，三叉戟，对对对，很厉害哦，三叉戟，对啊对啊对啊。他不担心这位海神，他到底是 SUV 还跑车？他这是正面看就是很跑车的感觉。其实他有两种灵魂，他的正确，他的学名应该叫做跑车型 SUV， 老 Levante。Levante。对，这是它的第一款的跑车型 SUV， 而且这一台车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它是 Levante 的 S Sport。那你可以看到，除了它的外观很帅嘛，对不对？因为你看这种进气闸，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主动的电子主风门，它摆明就是让你看进去，对，看进去。冷车的时候或冬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闸门一片一片的闸门关起来，因为让它引擎更快的预热。当你速度起来、温度起来的时候，会打开，而且还有导流的效果。对，那其他帅度我们就不用讲，包括你看到它的曲线，那它有个特殊的元素，就是它的叶子板一定有散热孔。因为其实从上一代的这个 Quattroporte 你就看到，这个三个散热孔，那一样这样的元素也用在 Levante 上面。基本是 SUV 它都有。而且虽然这个品牌我们大家简称叫海神啊，但事实上你知道，它连轮圈都是神啊。哦，好像它每一个轮圈都有个神的名字。对对对，像 Volcano 啊，像 Poseidon 啊，它什么的神都啊，这一个这个 King 哈，它是 S Sport 专属的，它是二十寸，你看有点雾银消光，很漂亮。它叫做 Nilo， 一路都有烧光性的，超好看，迷人。也跟尾灯的线条相呼，对呀、啊，这个折线后规后面折线，对不对？然后跟尾灯就这样结合在一起，艺术之作。而且我跟你讲，它的 S Sport 它有三个特征，刚刚我刚才讲的那个轮圈嘛，然后它的红色卡钳嘛，你知道这个尾翼也是 S Sport 专属。所以它看起来会比较动感。那它其实它的性能等级是跟 SQ4 一样的，就是3.0 的 V6 Twin Turbo 引擎。那它比 Ghibli 多了20匹，430匹。对。那八速手自排以外呢，它一样有跑车式回馈。所以待会就让你去体验一下它跑车机器。太浮夸了，跑车型 SUV， 我们要带它去甩尾。然后呢，弹射吗？弹射。要弹射，好，出发。好，我们现在把它启动，你会听到 V6 Twin Turbo 的声音。你可能刚刚直接起来呢，就安静，宁静啊，对不？嗯。今麦把 Sport 的按键启动，好，不要阀门打开，没有，打开声音哦。然后它你知道它的悬吊是可以调整，它是前双 A 背后多连杆悬吊，但它气压悬，它的主动悬吊有六段调整，最高的行程可以有8公分。你光按这个 off road， 它就多了2.5公分。这台可以 off road？ 对，可以 off 轻度啦，但不是说。你真的前面淹水，你也没个冲了，我只能在岸边跟你说再见，对不对？轻越野，轻越野啊！轻越野。那你看嘛，我现在把它降低一点点，然后你把手刹车给关，电子手刹车关掉，又关手刹车，对，然后我们把循迹也关，又关循迹，对，才刚开始就重口味，对不对？动态稳定系统关闭，你就是踩住刹车，踩住，哦，你看入档声音又不一样哦，好，战斗感的声音，有吧？哦，你看。换挡的时候，这八速手自排，而且它的方向盘是速度感应的，它现在这样开快，它的那个回馈力道就变得比较明显。然后金属的换挡拨片，你看我现在这样打，哎，它那个声音马上出来，很棒哎，很棒啊，真的是好听的。我你看我听了，我都觉得销魂了，销魂有点销魂，销魂有销魂，让你体验一下这种。不算狂暴，但是算很敏捷，而且是贴背感很鲜明的。对，因为你知道它的马力430匹，但扭力有59.1公斤米，所以说对于这一台 SUV， 可能大家会觉得 SUV 好像很大台，但是你知道它的这个零到
到100加速，好，5.2秒。它后轴有 LSD 嘛，就是你在极限的状态下，它是的确是具备这样的功能，就是比如说，哦，有哎，对不对？你会觉得它的这个稳定性是蛮好的。哇，海神哎 ，Maserati 哎，我们如果从这个法兰克福车展带我们嗅到的这个趋势哦，车厂确实把 SUV 当成一大块在耕耘，但是也发现了大的 SUV 慢慢有变小的这个 size 出来啦，像是我们看到也有 E-Pace 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海神啊，它是不是未来有可能比较有入门一点的 SUV 呢？其实各家车厂要思考这个问题哦。我觉得要看车厂的一个想法，真的，因为真的。我们的过去的经验啊，不要太相信车厂，尤其是总裁说的话，千万不要相信，啊，哦，因为他们永远是今天讲这样说，哦，我肯定不会进行这样的计划，下个月就有这个计划，然后可能你过半年或明年你可能就改变了，哦，所以说因为像你刚刚提到这个 Levante 不会再出小的，因为它同集团里面还有一个 Alfa Romeo 哦 Stabio 哦，但现在都卖得很好。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就是 Maserati 就是用 Stabio 的这个 base 再出一个挂 Maserati logo 的产品？嗯 ，OK， 现在他已经说不可能，我们集团里面共享资源共享的条件之下呢，所以说我可能不会出。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法拉利一样，法拉利现在也是坚持说我不会出 SUV， 因为 Lamborghini 今年底12月就要推出新的 SUV 了。嗯，那你看哦。顶尖的 Lamborghini、Aston Martin 这些都要出来的时候，独缺法拉利。然后呢，整个包含今年的法兰克福车展，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在展 SUV， 不管是你是高阶的、入门的，当最后一脚踩下来，叫做劳斯莱斯 SUV 正式推出来之后，那会是什么样貌？不相信车厂还会这样看着人家要一直卖 SUV， 然后一直看着人家赚钱，这个我是不相信的。是哦，所以说未来就是说这几年一定会看到很多 SUV， 而且是所谓的叫做差价格带。嗯，哦，不管你比如说你是300万到500万。哎，你中间可能有500万到这个800万，中间可能有空窗期，因为再上去可能是800到1200。对，哦，那可能就有车厂想说，我如果尤其是这种集团资源共享的状态之下呢，他就会想说，那我800到500，我要拿哪一个品牌插进去那个价格带？我要那种高级的出入门的，还是从入门的啊，出比较高端的价格去卡进这个价格带？哦，所以说你说未来会不会出？一定会出，只是说车厂一定跟你讲，我不会出。是，看你还要嘴硬多久哈。但是我们如果呢，在这个豪华顶端 LSUV 呢，我们真的是碰不起啦。我们把它拿到台湾，现在能买到。我们来帮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哦，就算我要买一台 SUV， 我总是有低规啊，然后还有高规的一个差异哦。那到底我们该怎么选择？我们就以现在市售来讲 ，CRV 卖得很好嘛，以它来做个例子。总算这个比较亲民一点，总算这个我们都买得起了。而且呢，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一款 SUV，它的确很实用，很好用。那为什么这次把这个 CRV 拿出来做比，跟观众朋友分析呢？因为为什么？很多时候呢，你在一个车型上面有什么柴油、汽油、马力大、马力小哈，是光用价格来去区分，你就已经不知道怎么选了。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的动力，更何况再去选这些配备哈。所以呢，哎 ，CRV 是一个很棒的 sample， 因为它只有单一动力 1.5升直四涡轮增压引擎，那总共有三个规格，都是 1.5升的排气量，有 VTI 的这个入门款91万9 ，VTIS 的99万9的中规，还有一个顶规是这个S 版。版的是113万哦，那很多消费者朋友问我们说，啊，艾大这三个等级我该怎么选哦？我该怎么选？其实呢，我们基本上来看哦，车体的结构啦，安全的项目，这已经毋庸置疑，不用担心哦。那再来就是说，你到底你选择这辆车之后，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一些配备哦？那从这个表格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告诉大家怎么看哦。低规有的配备哦，中规一定会有，都会有，高规。这以下的它通通都有，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是中规多了这些，高规多了这些，所以很清楚的时候，从这个整理表格你就知道该怎么买啊。那当然呢，看了价格91万9跟99.9万，这中间差了有8万块的一个这个售价哈。那当然跟高规是已经突破了110万的售价，其实对于一般消费人破百万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是一个极具了啦。所以呢，99万9这个规格，我觉得是最适合消费者来购买，因为
为什么？如果你买低规的，只有两个气囊啊，你有两个气囊，不放心。虽然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U5 的测试啊，低规的车型在撞击上，尤其是侧撞部分，它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呢，毕竟坐在驾驶舱的人是你啊，跟你的家人，所以如果你选择六气囊的车子，真的遇到意外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一些防护了。那现在所谓的一些主动的一些什么 DMA 驾驶注意警示系统啦，加上你坐在车子里面，你希望能够舒服一点啊，有双区的恒温空调了啊，那个音响效果要能够好一点啊，有八支的喇叭，你偶尔 1.5T 的涡轮增压车嘛，总是有的时候想要像这个。我们这个德哥黄金右小一下，按一下换挡拨片，享受一下那个涡轮增压车的那个加速乐趣。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中规就可以拥有的一个这样子的项目。那当然高规的车型还有多了一些什么盲点侦测啦、车道偏移警示系统、碰撞刹车、自动跟车、天窗、尾门。那至于这些配备呢，就看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天窗，或是你需不需要电动尾门。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实用性的配备？像举个例子，我的车子我都一定给他买天窗，勾选天窗。可是天窗开启的程度呢，基本上都不超过十次。尤其我以前有买过一个敞篷车。敞篷只开过两次，就买的时候人家开给我看，说：“哎、欸，你这个篷是好的哦。”然后我要卖给人家的时候，开给他说：“你看篷是好的。”我说：“篷都没有用过，打开没问题，只开过两次。你”你开两次在买卖的时候开哦。所以就是消费者的时候要去斟酌自己的荷包，哎、欸，怎么样是最划算的？我认为啦，以 CRV 来说，我会推荐大家买这个中规 1.5 VTIS 99.9万，因为它安全配备各方面一些奢华的配备也都绰绰有余，满足了大家。那当然。你觉得你想要更棒一点，你天天都在车上开车，你也可以选择高规的车款。对，从市场面来分析好了，其实顶规是卖的是真的比较好的，所以有在请教几位达人了哈。其实如果你是用贷款的话，你从99.9万跳到113万，其实每个月大概多拿出几千，我这也难怪那么多人选顶规。所以罗哥，你会怎么推荐？当然是113万了、啊，直接到顶。很多人问我这个，我都说直接攻顶就对了。为什么？当然，因为这次 Honda 它这个顶规为什么那么多人买，是因为它的 Honda Sensing。你看这部车113万哦，你就以国产车来讲，算是中高价了哦。但是你看一大堆的进口车，包括那个双臂啊，它都还没有这 ACC 这一类的东西，那价格是它两倍。也就是说，以 Honda 来讲，以日本车厂的一个代表，它开始做了这个 Honda Sensing， 而且在我们做试车的时候，它的 ACC 也好。碰撞我们没有测了哈，就是碰撞缓解那个我们讲，但是 ACC 我觉得它的反应是相当不错，就是说它不会那个跟前车远了以后突然给你大加速啊，然后又很接近的时候才给你紧急刹车，有时候我觉得它做的已经是有进步的东西，而且开起来的感觉跟宾士的那个也差不了多少了，所以汉达森系这样是这个东西是我相信。最多人愿意来试试看的，因为台湾的路况，你有 ACC 这类的跟车，在蛮多的情况下是可以减低驾驶疲劳，我觉得是不错的东西。光是在茫茫车海当中相中了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真爱，你决定要买，光是低规、中规、高规就让你痛苦不堪。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分析，现在看是国产 SUV， 等一下回来看看进口 SUV 的低规、中规、高规又有什么差别，该怎么选呢？马上回来。进口 SUV 也有分低规、中规、高规、顶规，那到底该怎么选？我们以 Q2 作为例子，给大家一个参考喽。对，那 Q2 这台这个 crossover， 这个 CUV， 我们来看它的跟我们刚刚看这个国产 CRV， 其实它的原厂的这个定位的这个方向有点不大一样哦。它还是分成三个规格哦，低规是139，中规143。高规154，其实它右边还有更高上去。我记得我们试驾的时候，它还有像这个 Edition One 啊，或者是我们等一下看到有些配备，它都可以一直选上去，更顶啊，对，可以到180、190万，它有不同的选配。擦开它嘴啊，哈。对，那我们以这个基本的它那个三个编程来看，那低规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比较入门的车款，其实这边列得出来，我们跟中规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因为这样要讲可能要讲很多。简单来说，它其实入门的低规就是一个绒布跟那个皮质的一个座椅，但是到了中规，它就有真正的皮啊真皮的座椅，以及定速巡航，像恒温空调是双驱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法。那其实价格差一点点。那其实我觉得它比较重要的是到了中规跟高规哦，从一些外观视觉上你会感觉出来比较大的差异。像中规它就已经用到了17寸的轮圈哦，入门的只有16寸哦，再往高规看最主要的我觉得它的一个 Sport 是这个，我会觉得这个会比较吸引人，因为大家
买这个 Q2 还是比较，我觉得它的客群是比较年轻，想要比较炫一点哦。那这个 Sport 一出来就知道，到 Audi 有这个 S Line 的一些套件哦，一上去其实外观你看上去，我们当初试车，你一定就会去看到这个比较高贵的这个外形，比较讨喜啊。那基本上它的气囊配备其实是蛮有诚意，都一样的哦。另外在这个高贵的，它有配了这个换挡拨片，让你稍微有乐趣一点。好，另外像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一些选配，我觉得这个车其实哦，它跟刚 CR-V 我们看到高规它把所有的主被动的这个 Honda Sensing 全部加上去，但是 Audi Q2 它的一个做法是另外让你去加价选购你要的一些主被动配备，包含像现在很大家很喜欢的这个虚拟的数位仪表哦，他们也推出了一些跟这个 Navi 系统一个整合，大概11万，或是个当初也他们有强调一个像 BMO 的音响啦，全车其实也有一个很漂亮的价格，让这些年轻的这样车主去选，我觉得这是 Q2 一个蛮不一样的一个行销策略。所以高规154万，我还要加11万，有一些虚拟的仪表啊，然后再加个几万块，有那些浮夸的享受哈，所以可能真的加一加，可能到180万，对吧？你会怎么建议呢？光是低中高，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会买到这样的车，如果以这三款车的话，我会选。哦，高规154，就像我刚刚讲，我很喜欢它的外形 S Line。我既然买到一个 Q2， 它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型，那我当然是要再做一些更特别的一个 style。那有要再选配吗？请问？那我觉得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这个 Edition One， 我觉得它真的蛮酷的，它包含又用了一些 OD Sport 更运动化、更个性化的套件，让你上去。所以我觉得 Edition One 呢，包含它的一些车色啊，我还其实蛮喜欢的。对，所以钱真的是永远都不够用啊，一加加太多了。那尼克，你会怎么建议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高规基本上都该有的都有了啦。154万，我还要加11万，有一些虚拟的仪表啊，然后再加个几万块，有那些浮夸的享受哈，所以可能真的加一加，可能到180万，对吧？你会怎么建议呢？光是低中高，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会买到这样的车，如果以这三款车的话，我会选。哦，高规154，就像我刚刚讲，我很喜欢它的外形 S Line。我既然买到一个 Q2， 它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型，那我当然是要再做一些更特别的一个 style。那有要再选配吗？请问？那我觉得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这个 Edition One， 我觉得它真的蛮酷的，它包含又用了一些 OD Sport 更运动化、更个性化的套件，让你上去。所以我觉得 Edition One 呢，包含它的一些车色啊，我还其实蛮喜欢的。对，所以钱真的是永远都不够用啊，一加加太多了。那尼克，你会怎么建议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高规基本上都该有的都有了啦。我觉得 Audi 是这样啦，就是说，因为它也是有客制化部门。好，那我周遭的朋友有订 Q2 啦，那也是有分两种。那我个人的话，我可能只会选中规。因为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这种 CUV 这种，对，不是要这么热血了。所以说，如果它有挂 S Line 或更性能，对我来讲，那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快，你我要那么的大强大性能或外观干嘛？那所以说要我的话，我可能会选中规就好。要不然你如果要往上的话，就真的是。选到180几万都有可能，因为那就是它可以做得到 ，Audi 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要不然其实对我来讲，中规的话，其实你有六七，然后你要皮艺。